今天我們製作這個芝士蛋糕，芝士蛋糕的材料呢，就首先我們有兩 個底本的芝士底本，是六安士刀的一個芝士底本，是兩個芝士底本六安士。咁咧雞蛋三隻，呢個係cream cheese 咧就三嚿，每嚿咧就係八安士嘅，三嚿，一二三三嚿。然後咧只需要一茶匙嘅 vanilla， 咁同埋一罐咧十六安士嘅 sour cream， 十六安士嘅 sour cream。同埋砂糖咧，我哋用六安士嘅砂糖，六安士嘅砂糖嘅材料就系咁多啦。首先咧，我哋要将个蛋咧打咗落去嗰个 blender 嗰度，嗰个搅拌。佢又塞住啦。跟住就將啲糖倒落去。你講過。跟住將糖倒曬落去啦，然後咧就將三嚿嘅 cream cheese 擺落去。糖啦，三隻雞蛋同埋三嚿芝士擺咗落去，我就開始攪拌佢先，然後一陣間再將呢個 sour cream 同埋 vanilla 擺落去再攪，咁就可以落盤噶啦。然後咧，我哋就落 sour cream 啦。點解有水嘅 sour cream？即係 one teaspoon 嘅 vanilla， 咁開始再攪勻佢。